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在农场，农场里面有什么呀？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看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小鸭子，一摇一摆，一摇一摆，可爱的小鸭子在水里边快乐地游啊游。那小鸭子的毛是什么样的呀？咱们来摸一摸，绒绒的。毛毛的，咱们给抱抱熊摸一摸，抱抱熊摸一摸，毛毛的，绒绒的。小鸭子说了，这这这，小鸭子说了，我想到书外面来玩一玩，咱们让它下来玩一玩啊，变变变变变，嘎嘎嘎，嘎嘎嘎，哦，书外面的世界好好玩呀，哦，不行不行。玩累了，我也得赶紧回家了。哎，小鸭子回家了。好，那咱们先让小鸭子休息会儿，我们再来看看啊，翻到哪一页了？翻页，小兔子跳跳跳，跳跳跳，雪白的小兔子，长耳朵的小兔子，小兔子在花丛中。舒服的晒太阳，真舒服呀！你看，你能不能把这抠下来？哦，宝宝拿下来了。小兔子在外面跳一跳，啊，跳跳跳跳，转一转，让小兔子玩一玩。哦，真不错。小兔子的毛，刚才宝宝摸到了，是软软的，绒绒的。嗯，小兔子跳累了，咱们让它回家休息会儿吧。哦，还没累呢。咱把它放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